叫马大金爪，超给力的年货节活动，一定要去囤点过年吃。力度比双十二还要狠。相对来说，吃够了酸辣鸡爪的我，觉得这个鸡爪老好吃了。麻香麻香的，超级好吃，个个都是那种，一个大鸡爪一劈为二的大鸡爪子，老入味了。谁说这个鸡爪不好吃，我跟谁急眼。